你不用瞒我，公司我有一半股份，我老公调动大笔资金，怎么可能不让我知道？那么大笔资金公转私肯定是违规操作呀。但是王总不听我劝，我也只能听老板的，我这还整天提心吊胆的呢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也知道这份录音交到税务局你会有什么结果。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我要你把公司真实账目交给税务局。毁了你自己的公司，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转移资金涉嫌偷逃税款，税务局要罚这么款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？没办法，不交钱人就得进去呗。知道了。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可能得去一趟。你去吧，妈我来照顾。可是你还怀孕呢。咱们是夫妻。 有什么困难，一起解决。有你真好。交完罚款还剩多少钱？没钱了。下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还有一堆款等着要付呢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 王总，有人找您。要账的吧？说我不在。不是，是大客户。顾总，这个订单我确实很想接，但是交货期实在是太急了，而且还要签个人无限连带责任。没关系，我也是朋友介绍才到王总这儿。要是王总有难处，我们再找找。 麻烦了，顾总，王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这么大订单，咱们哪有钱付原料款啊？银行还能贷到款吗？贷不着。那就跟供应商再赊点货。 还赊，上一次的货款还没付呢，这节骨眼儿谁愿意给咱们赊款？给我老婆打个电话。去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坐这儿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没有能力，我很想保住这个公司，我真的很努力了，我想给你们很好的未来。 我想让我变成你们的骄傲，对不起，真的。我知道我刚接了一笔大单，银行也不给我贷款，供应商也不给我赊货，公司刚挣了点钱就被税务局查一个底儿掉，我这是有多背？你说说，对不起。空，你别这样，我帮你解决。怎么解决？你忘了我在海外还有几套房产，卖了帮你应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行不行，那是你爸妈留给你的。我的不就是你的吗？更何况现在我们有了孩子，得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将来。还有。 还让你帮我买房子，是旧公司。现在就别说这些了。但是汇款跟卖房子需要点时间，还来得及吗？这趟活儿闹得特别的急。刘月有个朋友是开金融公司的。 我找他想想办法。老板，你真好。张经理，这没有搞错吧？怎么借款还要抵押我的公司啊？这是我们公司规定，必须得有抵押，肯定改不了。 不过王总放心，柳月小姐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。好吧。今天我好像看见了一只得了痢疾的狗在找厕所的样子。 认识的人越多，我越喜欢狗。